但是我作为一个终极宅男加评论家，我铁定要把这六集看完。你放心了，评论家吗？作为专业的影视动漫评论家，我肯定是最难看我这一看。反正我看完那个《玲珑》第一章，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题材。马哥呀，你不往前飞飞吗？我飞了，我垂直降落了，垂直降落，然后开始往一前拳超人，我现在都不想怎么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看了，第几季？我看到第12集，我不看了。那不第三季吗？一拳超人有点那个，有点那个。啊，第二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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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错了。有点让我看没味了，你知道吗？反派成长史。我要看《刺客伍六七》第二季准备开了，《镇魂街》第二季也准备开了。一拳超人现在是正宗的反派成长史，主角都不放了，基本上。没意思，你主角出了第一拳的事儿，拜拜，嘣，没了。奇遇设定太牛逼了，不是像这种一般爽个10集20集就够了。好点，稍微给点难度也行啊，一点难度不给，啪就一拳就一拳。你古王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王也有点给我看看看无聊掉了。蚁王。古王至少打的时候还能打个来来回回，能打一会儿。是他妈是主角自己装菜。啊，你主角装菜也行啊。你知道打的时候看起来爽啊，那不一拳超人奇遇老师那打人都没打到尽头了，都就走你就完了，提个头来见，提头来见兄弟。英雄学院我知道出了，但我想养肥再看。哇，那个人会把你做掉的，他很厉害。英雄学院我不看，我就想去去。绿谷太废了。回来一个头往地上一扔，兄弟搞定了。像古王就很装逼，而且古王也不说装菜吧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全世界自己是最强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总感觉有别的玩家，生怕自己打不赢别人。行事谨慎的一撇，哼哼。好谨慎，没事还得演两手，是不是？这小说好看吗？爽吗？是不是爽文？小说更新很慢的，一天一章还慢。太慢了，一天一张太慢了，不过瘾，一天一本。我的妈的！一天一本，你别说写小说，你抄小说，你光用抄的，你都抄傻了。然后你再把一些小说写好之后再漫画画，啊，再出漫画。漫画了之后再出动画，对吧？哎，动画再出真人电影，然后拍的贼难看。这不是个赌桥圈，这是个啥？哎呀呵，我们车上是不是扫了个人啊？扫了那个人不在后面开车吗？他开车经常把自己弄丢的。不可能。亚人也很好看，我知道亚人第二期老好看。嗯，亚人是挺好看的，这亚人的画风稍微有一点让我不是很适应。但他的剧本还有打斗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的对的，剧情我很喜欢。后面那个哎，没事了。有点事啊，没事。穿好了，穿好了。这空投掉哪了？头戴是软射，头戴是软射，很容易引起中耳炎，所以我很快。
先王领九天，牛火战飞变神。阿娇。啊。你先在那个桥中间蹲着，我们三个去去就来。我这个小说名字叫《指尖的正义》，怎么看都像一个打字喷子。现在打字喷人都不厉害了，保护不了我妈。指尖的正义，他妈的不是讲键盘侠的吗？太搞了，就他一个。哎呦，一个人你胆子再大点啊！机场的。第一代指尖键盘侠。全当我是。小瘪犊子。他捡了什么空投枪呀？好，不要了。我打你啊！那我 M4 要了。哎。嗯。啊。我有 M4，我不会抢你的 M4。不要我忘了，我看 M4 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吧。啊，队友在机场里。哎，我有。开车先。我。哎，对 SKS 挺好的。你狙过吗？嗯，我 SKS 呢？你没狙过吗？我没有狙过吧。我有 SKS 的轻型握把和托腮板。哎，我要个轻型握把，我要个托腮板。马果，你先别要托腮板，我想要你的 SKS。 你想要为什么我要给吗？那你不给我只能把托腮板给你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可以，我要轻型握把。你要我就会给你吗？嗯，我告诉你，在我猎魔人心中给装备这个东西我是有等级阶级的，我要先给我马哥。嗯。马哥，我来给你装备了。先给我轻型握把，快点。好嘞，北哥。马哥，给个宝马，给个吧。看你这个人多，嗯。红带也没有。你那个是狙击枪消音还是步枪消音？我是步枪消音。给我。狙扣。你根本不知道我马哥有多想说是狙击枪。狙击枪没有十个绷带，给我点绷带吗？五个，给我五个。三倍换七秒，有人换吗？来，这里。三倍没记吗？三倍地上。过来了。五五六子弹，有人匀一点吗？没有五五六子弹，就枪里30发。后面来车了。后面来车了。我操，兄弟，你挺有种。这没打下来，好了。全队有人。是的。这没打下来，不应该是你们的问题吗？我跟马海跳，反正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我打下来，我杀的呀。为啥呀？啊？我打下来的呀。为什么这都没扫下来？我打不到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真菜。你不菜，你不也打了？哎，第一把嘛，大家第一把。雷猴，你别再挤我了，再挤我要捅你了啊！我们俩从背影看，除了头盔不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嗯。不行，你别凑那么近，干嘛变态啊？对了，麦森，你刚才打我两枪。我啥时候打你两枪？我打谁了？我这一直瞄前面打的，我开狮子头我都没开枪。他过了这桥之后，我才开了枪。打到了。没打到，真没打到。打到了。你打的吧？你打的。我懂了，好像。你打。等一下啊，拿我的筋膜机过来。照膝盖锤。锤一分钟不碎着我。照牙齿锤一分钟。那照牙锤锤十秒就碎了，都不用十秒，噌一下就碎了。这要是锤均匀一点，你当电动牙刷用，可能一天之内你就能没有牙。每天锤一锤，牙口好。那没牙了。喝粥方便。太牛逼了。没阻力。下雨了。
有点着凉了，有点冷啊。哦，最近天气变得好快啊。这个天气有点折磨、啊。我操！这个人在桥头就跑过去了，你再牛逼一点。不知道在堵人吗？非常的嚣张，没事儿。你这圈有没有可能刷过去？你说这圈刷过去多少万？六十万美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太穷了，你怎么90万？比我还多。左边你放屁！你2把枪，我1把枪。左边拉车去海边了，刚才。你让他去呗，欢迎杰皇。我跟你说，你去看那个叫什么《鬼灭之刃》，好看的批爆，兄弟。我也想看。这不没时间看吗？没啥尿。你几个？哎呀，这子弹是真不够用啊！我就14发，枪里。手下一波我们就发了。我们他妈扫下来一波了，马哥把前面的人扫死了，老子不敢去点，太远了。哎呀，神秘也发了啥呀？这也太穷了。周总那个画风一直看不习惯，所以就帅。你什么发型？他那个画风有点，我有点清奇。你后面有头发，你看起来像平头。我是后面只留了一点点，上面没有头发。今年流行的风格。还他妈有秃头？不行，我头顶上。你头盔摘了看看呗。我头顶上纹着我家家谱，不能给别人看。传家谱不能看了，你得看一下看。不能看，头盔拿着，我不拿你的，我带着自己头盔，我不能骗你。那上面都是纹着我的前辈，我这不行。你前辈是啥意思啊？就是我是家谱知道吧？家谱纹脑瓜子。哦，我是很多人的前辈。有空有机会啊，等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告诉一声。我也不会把你纹上去。不是我不是你前辈。行。那蓝湛飞知道前辈什么意思？你问他。前辈啥意思？在干啥？背是啥？发愣呢。前辈你不知道吗？啥意思啊？我找个女朋友，我跟她分手了，另外一个接手的，那我不就是他前辈吗？哦。发现你帽子有那么多前辈啊，太牛逼了。那是我，这不说他牛逼吗？对，什么那么多前辈？那是我先祖。那你前面说前辈的吗？先祖宗。不能给你看，不敬。没想到有人会把前辈的名字纹在头上，太牛逼了！那吹，我现在还有电话号码呢。砥砺前行啊！我现在还有电话号码呢，售前售后的准备好了。我哪挂那个通讯录你知道吧？上面记着全电话号码，不都给你看的？对的，售前售后的准备好了。哎，我觉得他这个可以啊！我以后在头顶心纹我前女友的名字和电话号。他哪天什么时候分手了，他就把这个帽子给别人，给他的男友，售前售后的做好。不，就头顶心纹自己的前女友，还有电话号码，然后找个新女朋友就投给他看，看到没？这都是你前辈。那怎么学会跟我相处？太牛逼了！要是这都不分手的话，这女的肯定是想弄死你。你说令北仔这说的挺专业的，可以。你仔这叽叽呜呜、哈哈呼呼、嘟嘟嘟噜、嘟噜嘟噜、嘚嘚嘚嘚嘚，你是要死了，你要被打了。看着这个锅了吗？也行吗？行吗？为啥行啊？是行，因为帅呀，帅的人说什么都可以。你圆的快啊！你要不圆，你人没了。你站我的角度看，你站我的角度看一下。你过来，过来，里面，往那个防弹衣底下看。挺长啊！对你。为什么你们三个都是这个套装啊？哎，你这样看。小孩子别看，干嘛呢？
你去站过去，小孩没成年的回去。太，这个智能干啥呢？他在干嘛呀？他怎么定在原地？定在原地了？我在筋膜机打打脚，打自己门牙呀？打脚，打门牙，打脚，太牛逼了！打脚。哦，对了，我昨天晚上那个什么东西还没喝呢。三鹿奶粉，阿明给我准备个大杯子，速度，一大杯三鹿奶粉。叫你别乱跑，别乱跑，打了吗？他不是打了吧？他是被打了。被打了吗？这不憨批吗？你躲那车下面有什么用啊？他照样打你。躲后面来。躲后面有啥用啊？不照躲后面，他不照样打你吗？对啊，都知道这有人了。你别倒了啊！你倒了，我不可能会救救你的啊！完了，我又两百多个骗了，我这网怎么回事？最近换啥加速器都没用，节点都没用。你换条宽带吧。看一下啊。我觉得是你的小区的问题，你要不换个家吧？换个小区吧，换个家吗？换个小区呢？欧利姆。欧利姆。1500以下的有吗？运动后恢复类。我们这个小区房子贼便宜。1500以下的有吗？运动营养食品。欧利姆真有啊，嗯，一室的那种的，不是一室的，两室，1500不到，不是一室的，两室一天，这么便宜啊，嗯，兵长租那个就1500，两室一厅1500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天天装修，外面供马路，还得装修，外面还有房子建。而且又停电，停电又断网。外面没有房子建，不停电，断网是因为我上次忘交网费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他都是骗你的。我去那里看过了，外面。你看我停过电吗？你说实话。没有。我就停过一次吧。确实没看过。自己打自己脸。但是装修我是上次看群里，哇靠，这一帮人连续装修，我滴里呱啷滴里呱啷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隔音巨好，他装修你也听不到太清。在台湾迷的飞机，只有钻墙的时候听得清。嗯，那他说的不是废话吗？怎么你装修你钻墙你能钻几天？就难得钻一下得了呗。你看，一楼就有好几户，上下的哎各种钻，反正我就不去。那两室一厅够不够大呀？关键是。你别住两室一厅，你住他妈四室一厅，你信我？我有病啊！我一个人。3000。太贵了，不行，3000太贵了。老板，你为什么还没生意来？我是真的服了，你们过不过桥啊？那你租三室一厅吧。太贵了，太贵了，三室一厅要多少？三室一厅比四室一厅。你放屁！我马哥住3个厕所。你放屁！我马哥要一个厕所就够了。3个厕所，你见过谁家要3个厨房的？马哥，我不需要，你只需要客厅足够大就行，能够放鞋的可以的。马哥是住三厅一室。马哥。三室一厅3000多，四室一厅3000左右，你就考虑吧。我不考虑了，我不考虑，3000超过1000-2000我都不。那你现在住那多少钱？1900。马上就涨价了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哇，这不是抢生意吗？没事，他们早晚得过来、啊。他们会过来，他们过来，三个人。看这三个东西，舔包都一起舔，你看。我瞧，我不快乐了，我想冲他了。没有，冷静，你们冷静啊！哎，我现在控制不住自己，我现在有点难受。年轻人不要暴躁，年轻人。我感觉他现在如果跑到灯塔上面去打我，我会很难受，巨他妈难受。所以我想冲他，我想先发制人。你别乱来，听我的。好，那我躲起来了，老板。马哥，我告诉你个事，你如果倒那里啊，你应该连救都没得救。我没去啊。就你现在。虽然我很穷，我就枪里17发子弹。你们去后面。这三个都去后面，开一辆车。他们顶得住吗？大哥，他不可能全三个人顶着过来的，他要游泳的。喂，我要过来。
他就算过来，我一把狗砸打不过他三。费点劲啊，费点劲可能。我们看一下海里面，等一下，两个人在桥后面，我给人看一下海里面。我去看海里面吗？我看就一把狙击枪，我一个人看海，两个人在后面。马哥去看海吧。这山上这个人他一直在打神啊，东西啊，朋友啊，可能海里面的，他不是山上的，那是这个防区的，防区的打海里面的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哎呦，后山有人啊！哎呦，后山怎么还有一个呀？哎呦，你好呀，我可以去干他吗？哦，他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去看一下他的位置在哪里，不然他偷我们了。桥下有人下吗？这马哥在桥下，马哥在桥下。他妈在赌啊！我们这个反包看一眼就回去。哎呦，在山上，在对面山头啊。对，山头。而且他有高倍镜，他有狙。那就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咱们俩没狙。你有多的高倍镜吗？还没子弹，没得。啊，玩个菠萝，我们两个就配堵桥。堵不到桥就死。没人看到他海里啊。不堵桥就得死，现在就是这个状态。他们好像没有跳桥，没跳海。默默地抽上一根寂寞的香烟，等人来。搞一个，搞一个，搞一个。送雷送刀。我当梦被。来了，啊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蓝染杯全处理掉了。一个人，没一个大哥。等一下，他开摩托车冲过来，第五波圈等他。在安全区然后再扫他，右边下空投了，右边近点下空投了。哎呦，桥的桥下，马哥去捡吧。马哥，马哥桥下，桥下在就在你对面。马哥，你那个过个下去，桥底下钻过去你就看到空投了。就在咱们这岸上，我也看到了。他们那还有人啊，等车出来，等车出来，等车出来，两三个。哎，我操！我怎么是单发？捡个包啊！喂，大逼死了！这边他妈有人！我操！烟！我放的烟。吓我一跳！我操！不是这边他妈的有人呐！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放的。前面有很多五六。我去哪里？这边坐了，这边坐了。拿个包有五五六，我舔一下，我很穷。桥上我拿了，先把这个人打了吧。我舔，稍微舔了舔，我一点子弹没有了。看到了，往左边拉了他。没见面了。还有。下面倒一个。开车走了，有人打我们，还他妈要跑多，还不开车走。走，还有二十秒。子弹都没舔上。啥呀？扔我点五五六，我就十四发枪里。你走那个，走那个，那太危险了。啊，右，左边有人。嗯。右边那个防区也有人呢，我们要当心点。我没有把。看这里，这里。我只有76二，你跟我讲，那么多干嘛了？饮料谁有？饮料我有两瓶。一个包没有，饮料就一瓶，一个包卖一个饮料。好了，我给我点子弹，稍微给点。这圈。太你妈客气了。各位没多少。
疼了，哥们。女爷吗？完了，中毒了。我操！看到在那房子一楼，打那人两枪。我操！这么大的雾。是雾大，所以他你在山上，他容易看到你。哎，三百方向，三百方向，三百方向。320那个树。我那有八倍秒捆砸，还有急救包、医疗箱，我们巡视一下看能不能舔。人打傻了，打傻。你们把这个树架在那边，我拿那个玉米头上去。三只刀跟纸糊一样。死了。嗯。你们是把我这包点了吧？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好的。三个急救包呢？又捆砸呢？还有八倍秒呢？我啥也没有。下面还有装甲车。狗砸了。你要走就直接走过去啊！马过去，马过去，我不听。那你选择。哎呦！这怎么还有一个呀？防卫角三十石头边上，我这爆点只能爆在那。我的天！回来吧，你们回来吧。香吗？位置不太好。香吗？马香。马哥，你舔的包不能舔那么久啊！你舔太久了。我穷啊，我得换了，舔东西多呀。你就不要换了，你就拿得快的拿完就好了呀。你在那里舔那么久，肯定死。怎么跟我马哥说话？马哥舔包哪回不是这样？那是尊重，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。对。要对食物的尊重。尊者为大，对他们尊重。他是对装备的尊重。他感谢于上帝给他来了一波。怎么是你哥？哎呀，对面山上有巨人。马哥，你真的来了，厉害一个吗？马哥，肯定有人，谷里面出来。最后六个了，圈了你们的天命圈，都在这边山上呢，大哥，压房区还有。你压死了，放车一个。现在就剩两个装甲车了。现在我的哇，这图片扫一下吧，先。那血包扫不了，可能会被一穿啊，那血包。你去一边拿石头吧，这边交给我吧，你去一边石头。帮你车那边有一个在马路对面。像我们这样，就像吃怪餐一样，我们是为了吃。马哥舔包就像品尝一些。我在吃的东西，那叫品。有前菜，对不对？那叫法餐。主食，那叫法餐。差不多就西餐嘛，就归过来就西餐。可以打装甲车扫啊，装甲车一个，哪不扫啊？一个是吧？那就还有一个。别动了，他不会开的了，他不会开的了。下车了。你说被人爆头怎么样？你说被人爆头怎么样？我这边来了一个，我这边你看小哥，看到他了不？过烟了。你叫着。他也扔雷了，你快走。可以打他，炸到。炸到打中了一枪，可以打他。毒外倒地一个。死了，就剩他了。一二了，就他烟里眼睛没脸上那个烟里有一个，在中间往前进穿。往右边烟里面，就脸上。哇！牛逼！耶！一起立，双击，扭，插技能。你实习还被毒死了那个人。